人把女生说话低沉归为所谓的烟酒嗓，或者是烟嗓或酒嗓，可是实际上可能这些女生未必是烟酒过度就跑出这个嗓子。嗯，有些也确实是。我们今天可以研究一下这件事啊。可是唱歌的时候，像 Adele 这样的烟酒嗓，不就超讨喜的吗？我多希望自己是那个歌声啊。那你怎么主持？可是他讲话好像不是这样哎。哦，对。我就是希望我讲话是这样，可是唱歌就变 Adele。可是那边的好像是倒过来，就是讲话是。讲话是烟酒嗓，唱歌不是。唱歌是，所以今天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两种嗓子的女生在人生际遇当中有什么被差别对待的部分。光是用视觉来看就知道，靠近 S 的那边的是比较豪迈的那一种，力大无穷啊。因为包括杨小姐就是站姿都是两脚分开的，粘在一起不是很怪吗？然后你对面就是啊，哦，对，对，扭捏嘛，对，扭捏嘛，真的，做作，所以这样，你也，我可以啊，对啊，但要开一点也是 OK， 因为你刚刚站的，你刚刚站的会不会太直了一点？人不是就要站得正坐得稳吗？是，对啊，已经在攻击他们了吗？我没有，我没有，这样子就感觉有一种腰椎怪怪，脊椎侧弯，所以这边这一组。大部分是裤装，除了一位小姐之外，我本来是要穿裤装，因为我发了新专辑，公司规定我要穿裙子，我一般都穿裤装的。你的嗓子是可以唱歌的吗？我讲话跟唱歌的嗓子是两个嗓，两个嗓，不一样嗓。对，打歌服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建立什么样子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端正我的风气，大家都以为我真的很凶猛，包括我坐计程车啊，有时候计程车司机讲话我们听不到嘛，比如说他说120，我说哈，哇塞，哟，阿诺几凶苦一个，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说是哇塞，情况不会搞你阿诺啦，他以为我要打他，我说没有啊，我天生就这么大嗓门，那你要我怎么办？所以请问你唱歌的声音是哪一种？软的哦。感谢你一切为着阮，辛苦无休困。很烟酒哎。天也未光，就已经在穿早灯。有没有像是从精粮瓶子里面冒出来的？这样会有烟酒嗓吗？有啊，还是有。可是烟酒嗓唱歌有什么不好？也是有味道啊。像黄小琥老师，都有味道。对，这边的各位看到对面的时候。看外表应该不会觉得他们是做作的女生吗？会啊，你看他笑也不敢笑开怀，而且你看每个笑，哈哈，有什么好污的？真的，对啊，所以看过，我们看过去可以选出谁最做作吗？他，黄元珍吗？他最放不开，黄元珍，对，好紧哦，而且他从头到尾就很惊慌，他可以跟很久，我真的很佩服他的耐力。从我刚刚在西餐厅看到他，他就一直这样，就一直这样，一路到现在还是这样子。要是我冻没掉。需要讲戏真的是谁在说西餐厅？我就在想说，刚刚那句话到底哪里不一样？有时代感，而且比较明了啊。谁餐厅啊？谁餐厅？黄元珍，因为我今天看到了秀慧的造型，一见面就称赞说：“姐姐，你这件衣服好漂亮。”要怎么讲？这个衣服真的很漂亮，而且穿起来真的……给我住口！我真准的，没诚意。他在看你笑话了。难交朋友吧，也难相处的事情。不会没有，因为都是男生比较多。怎么会有人要请他出专辑？懂吗？已经出了，你问他对，为什么？因为啊，他们想说可以救一个人啊。所以那个老板是听到你哪一次演出，觉得一定要出专辑？他有一次听到我唱一首歌，还蛮有感情的。在什么场合？在一个节目，
就是在那个冰火五重天，冰冰姐主持的一个节目。老板是一般人。老板是冰冰。冰冰姐。你说，你说冰冰姐在自己的节目听到你唱歌，对，她就被你感动了，要帮我出唱片。她个人出资吗？她个人出资。她上次不是已经花钱出了一个团体吗？冰火连，水果那个冰火连。嗯，那个她那个有亏一点点。我这个有赚一点点，因为我的十首歌有六首歌被 KTV 买走了。哦。买走是叫你不要再唱了吗？还是？不是，是因为很好听，希望在 KTV 大家可以多多点来唱这样子。你是说现在我们进 KTV 输入杨秀慧三个字，嗯，底下会出来六首歌？我有六首歌，而且放在男艺人里面。就是，所以你的台语歌的路线是演歌，像冰冰姐这样比较偏。没有没有，现在都比较就是跟着时代走了。我的台语歌里面也有台语，也有国语，也有英语。哎，哇，英语，英语，你唱起来的发音是哪一种？我唱第一句，我们那个唱片制作人就倒在地上了。借我们听一下英语。因为那一句就是 Game is over, love is over, Game is over, love is over, 请你卖歌了。你是认真的吗？我就是第一首吧。对啊，然后我就里面就是这个唱腔。对啊，然后我就这样子啊，然后我就跟你说吧。唱片制作人就口吐白沫。不是消费者要以什么心情去买这张专辑？就是 Game is over。就是已经英文最准，只能这样。你再勉强我更准，我就没办法。很准啊，很准，真的很准，准真的，我确定给你已经卖完。给你卖完。哎，蔡小杰，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一句？ Game is over。你看，你唱的很像骂人呢，你。没有。他有一个 quick call， 对，你要有力。Game is over， 用一点力。Game is over，Game is over， 请你卖个卵，请你卖个卵。我觉得你有一种在叫卖某一种小吃的感觉。而且讲真的，听不出音阶。只是有那个吼。我知道，就是很特别。可是你不觉得听起来很爽快？你听他唱歌就觉得。很别扭，烧不到呀，是不是？是。所以你们都不会唱很凶的歌哦。会啊，我会。你会？我超级爱唱，就是阿密特的歌，那种又叫又吼的。我要听，我要听。啊，现在。对呀，快明年了。对呀，吼大卖照那一类的，是不是？啊 ，Battle Why I， 你这样怎么吼得到呀？他就是这一首。恭喜你啦，恭喜你啦，恭喜你！连歌词都不知道你怎么唱啦？没有气息，他很没有气息，对，真的少了点。你在 KTV 这样唱歌，一起去的人不会高兴啊。还没开的，对，还没有办法那样吼叫。因为现在很流行的就是粉丝有时候遇到我们，他们会拿出手机请我们录一个，帮他们叫醒别人的闹钟设定的铃声，然后可以叫他们的男朋友起床啊什么之类，所以我们等一下有请他们这几位都录了这个叫醒服务，看看各自的效果如何。好，欢迎各位，请坐。欢迎。台湾的顾客习惯的方式，如果你打电话去总机，比方说你住在五星酒店，打去总机，他如果说这是康熙总机你好，然后声音是甜美的，应该比较吃香，顾客比较高兴吧。你要不要试这一句？康熙总机你好，请问能为你做什么服务？所有，还不错。所有，来严丽婷试试看。康熙总机你好，请问能为你服务什么？什么动作？太多了，谁知道？表情好凶狠哦。康熙总机你好，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有点不甘心，有点凶，真的吗？有，对，因为你一专注，好像就会有一种有一种力气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要放松，要软软的。甜甜呢？哎，试试看这个。康熙总机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不要不要，就是不要再接电话。可以啊。不要不要。所以甜甜，听说你有指定你的蜜月地点。哇。因为我。
就是没有去，不是蜜月地点，就是没有去过国家，然后讨论没有去过国家，没有去过的地方，对，没有去过地方，然后就刚好美国，他就跟我美国很好玩，然后他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去。而且你男友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安排你跟他爸妈见面吗？可是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哎。对啊，因为他是想要安排的时候，他就说他爸妈都刚好就出国，他爸妈为了躲你进环游世界。但是他会搭那种三个月的游轮。对，其实妈妈已经累到不行了，不想回家。他回去有跟我讲说，他说他来节目说我是九头身，你们把他笑得跟什么一样。对，请你解释一下。然后他一直跟我讲说，你应该没有骗我吧？你这是九头身。我说我是真的啊。来来来，你下来，你下来，我给我拍。是因为我的腰是在这的腰。你过来解释一下你九头身。怎么算？有啦，就是正常的。你看我的腰在这里，是说嘛？我腿是长的，沙沟跟不是我腿是长的，真的沙沟跟鞋是有的。有哎，身体感觉比较短，真的。五最多五公分，哪来的九？因为我腰在这，所以我腿是算长的。我相信。不是说腰在哪，是说你现在脸跟身体的比例。比例。山峰其实说你是九头腰哎。腰是九头身。